熬夜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家常便饭了。当你在享受熬夜带来快乐的同时，你却忽视了给眼睛带来的伤害，那有没有办法补救呢？想知道的朋友点个关注吧。睡觉前用热毛巾热敷5至10分钟，如果有干眼症的朋友，睡前也可以滴人工泪液起到辅助的作用。另外用眼一定要科学。20-20-20的方法还记得吗？用眼20分钟向远处20英尺的地方看20秒。还可以结合眼部按摩的方法或者眼保健操来缓解眼睛不适。注意了，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缓解，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。